川资生命盒的演出即将结束之际，我怀着激动的心情与大家分享这特别的时刻。今天不仅是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十周年的重要庆典活动，也是我们艺术探索与创新的一次全新展示。这条生命河象征了我们在过去十年的不断流动与探索。我们吸纳了本地的文化精华和多元艺术理念，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。正是这些文化碰撞和创意融合，让我们能够呈现出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华族舞蹈作品。我要衷心感谢所有合作的艺术家和音乐家，你们的才华和心血为川资生命盒增添了无限色彩与层次，让观众体验到独特的艺术魅力。最后，我想向每一位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，你们的热情与鼓励是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。让我们共同庆祝这场充满生命力与感动的演出，让川资生命盒成为我们心灵的共鸣，汇聚成奔向大海的浩瀚力量，共同迎接更加广阔的未来。我梁杰宁代表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全体同仁感谢大家。我特别感谢公共艺术中心的合作，让我们有机会在新店市公剧场展示这场精彩的演出。你们的支持使演出更加辉煌，我们心感荣幸。Thank you.